女穿着传统服饰吟唱阿美族歌谣，迎接祖灵以及神灵。7月31号，宜兰县政府举办原住民族日庆祝活动，邀请族人团体来祈福。祈祷表示，为了祈求活动顺利，都会特别准备小米、南瓜、槟榔、小米酒等贡品，要来献给神灵以及祖灵。第一个是原住民日，纪念原住民日；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做动工，我们阿美族是一定要这个土产。哦，这个槟榔啊、菜啊，还有猪肉、鸡肉、酒、槟榔，那一定要的。给祖灵，给他们先尝一尝这样。活动现场也邀请艺术文化舞团来演出，吸引不少宜兰地区的族人前来观赏，同时提前参加原住民族日这项富有历史意义的活动。我们阿美族在宜兰这边崛起也没有已经很久了，在宜兰这个地方已经很久了，有传承的意义啊，是最好。而宜兰代理县长也在这天公布即将动工的宜兰原住民多功能文化会馆设计，采用阿美族的鱼篓为模型，未来除了提供族人活动空间，也会建置文化健康站、课后照顾空间等，预计年底前能够开工动土。这个多功能的会馆就是这个模型，是我们阿美族喜欢抓鱼的工具之一哈，后面也有模型。这个将来要花多少钱呢？要花1亿。原民会啊同意5000万，我们县政府啊每个议员都支持，也同意拨5000万，现在已经完成细部设计。8月1号原住民族日当天，宜兰县各风景区及同万节、兰阳博物馆等，都特别提供族人免费入园，族人可以趁着假期带着家人一起来宜兰体验。原住新闻南部大陆宜兰市采访报道。